各位玩家大家好，我是明日方舟的制作人海猫洛河屋。时光飞逝，距离上次和大家见面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心中一直深深保留着对各位博士的谢意。这次直播片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浓缩的却是罗德岛和整合运动武术人之间的爱与恨、生离与死别，和曾经亲眼目睹了龙门废墟上爆发的双浴火的战争的博士们一样，为了理想和持续苦战的干员们面对的是比现实的寒冬更加凛冽刺骨的局面。但是很快的，这场关乎到所有人生命的命运纷争即将被推向最高潮，释放在黑暗中的怒吼即将冲破这个名为泰拉孕育着苦难的摇篮，迎接光明来临。好了，在回顾过去展望即将到来的新篇章之后，我们依然会为明日方舟带来足够多的全新内容。这里会有一直陪伴着博士为了理想而成长至今的干员的新的形象，也有鲜为人知却通往不同的媒介悄然流传于世间的译文。希望这些内容会带给前往下一段旅途的博士们一丝激励或是一丝温暖，这也是参与到明日方舟制作之中的我们一直对所有玩家抱有的感谢之情。期待我们下一次在重生的朝阳下再见。